吃饭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全是下饭菜，今天又做了这个红烧猪脚。好香。凉拌的莴笋。水菜肉末，这水菜好吃。这个水菜开袋直接就可以炒就好了，一包是这样的，一包118克，29.99给你发20包，包邮，发一箱，这个很好吃。满足。帮我点个赞吧，朋友们，谢谢大家了。没有食欲的时候，你就炒这个雪菜，特别下饭。太好吃了，光盘行动，拜拜。红烧了一条这个鲫鱼，
跟这个鲫鱼大一点，有一斤三两。炒着青菜，这个是用北方大厨调料做的，这烧鱼特别好吃。